今天讲评国伦老师，哇，凯源回来很久不见，变成一匹狼。他本来是一个文弱书生，就一个书生气质，可是现在已经走狼的路线了吗？我觉得你们两个站起来，真正我选的欧北龙棍，黑白狼军，有狼皮都有了。我觉得今天他们创造出来那一种北方的那种狼的氛围很好啦，特别是云京哦，今天唱的那种。我觉得你很适合表现这种味道的歌啦，上一首歌唱 rock， 今天真的是把你的那种野性表达出来，你是一只狼，没错。然后呢，可惜的就是最后不为别的后面那个假音，对不对？你最后不是唱了一句吗？你唱到别的音去了，啦，你唱到 C 去了，对不对？他原本是这样吗？那个是我们特意的设计。应该不是这个音啊，但是没关系，反正 anyway 那个地方有一点。可是我听齐秦他唱这个音的原版的。不为别的。啊、哦，那你的音新编吧，好，有点不准，你的音没有唱到那个音，还所以你还不到那个音，所以你唱在中间。你分数要收回来吗？他还是唱错了，等一下其他老师会为我作证。来，就是那一句比较可惜，那其他我觉得唱的蛮好听的，就是。有一句走在无痕的旷野中，那个中没有气，但其他我感觉你今天奋力一搏，蛮好看的表演，很好听的合唱曲，谢谢老师。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人说评审团对人气王张芸京有满满的爱，其实没有，我们对很多选手其实是蛮挑剔的，我想芸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可是今天我看到你们这个阴柔男跟剽悍女的对决，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杰出。不管小瑕疵，我觉得其实当时我并没有纳闷你找凯源，因为他在这个舞台上之前最后一首歌就是《永远不回头》，其实他骨子里也是一个想要 man 的人啊。反而是齐秦原来这首歌是独唱，要怎么设计成是两个人的唱？我觉得你们的编排非常的巧妙，今天凯源整个那个搭配的方式真的很像当时这个在复活赛里杨美玉跟另外一位选手之间的搭配、哦、你完全是一个凸显他梁伯承，对对，梁伯承，你完全是一个用你的高音细致的去凸显出那个主秀主角的地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目前我必须敢讲一句话，芸京到现在为止是超偶前七强舞台魅力之冠了，歌艺也许还有商榷的余地，可是舞台魅力我相信这应该是全国观众可以见证的了。好， OK，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们看一下两位绝妙组合的合唱曲分数到底如何，请下分数。今天出现的最高分43.3，乐荣老师给到9分，志明老师给的很高的分数8.8分，谢谢。好，谢谢凯源，谢谢芸京，恭喜，谢谢两位。